妹妹，这是我来到泰国的第一天，我把我的压箱里都拿过来了，汉服，我打算穿着它，让他们看一下我们那边好看的衣服。大家知道我打开窗帘看到的第一眼是什么吗？重庆火锅，感觉跟各家的一样。那就有了。咦，我先换上衣服，化个妆去。扎眼了。嗯，就是要扎眼。还有个纸，等一会儿，这个等一会儿再弄吧。仙气飘飘。我得多涂点防晒。40度。嗯。我天，我穿这也热不？因为这边太热了，我简单的就涂着素颜霜。我还把这个钗子拿过来了，等会儿扎上吧。扎高一点，精神。你要把你最佳状态拿出来。好嘞，这样高吧。没事，高高的。好嘞。这个担心，那个担心的，也没人跟他开始聊。穿着咱那个汉服出发。汉服真好看，又漂亮。太激动了，这就是我的梦想，有一天穿着旗袍或者汉服往外卖。这个是不是那个人家穿去拍那个飞天的那个？飞天，飞天啊！他说的那个洛阳有那个舞吗？应该是。啊啊！搁家的时候在西瓜地，来到泰国上橡胶园，看看橡胶是咋长的。这个橡胶园的主人是也是华人。哦，咱们中国人在这边。嗯，因为中国人很勤奋，愿意去做这种就是农业方面的工作，愿意挣钱。嗯，乳胶液。以前的时候听说从树上掉下来枕头，几个咱就来看看是咋掉下来的，行不？这个就是那个橡胶树做乳胶，这个乳胶纸是做乳胶枕、乳胶床垫的。你看它这个纸液。是从就是晚上的时候，它会这个纸流的比较多一些。白天的话，它们不采摘，因为这个一见太阳的话，它就会变成黄色的。这个已经开始滴了，可以用什么呀？做这个，婴儿的奶嘴呀、口香糖啊这种东西。每天都滴吗？对，每天晚上割。这个是大概割了几年了？五年了，可以，还一年对吧？走，咱们去工厂去看看咋做的。他在等，你看他在摆地摊那榴莲的。这是真的吗？真的。下来都是一股榴莲味儿。这个是经典榴莲吗？对，我们泰国不正常吃的，这是经典的。对，就是有小的，有大的。生豆角子加生包菜，你不嫌弃我吗？不嫌弃。那我先送你这个。啊、哦，好，谢谢。这咋吃？这个要刻一个。然后一起吃。这样。咬这个一口，然后就把这个。咬一口。都吃完了啊！咬一口。对。
还有鱼腥草呢。我们还拌一起吗？一起拌都可以，除了这个荷花还不用拌这些吗？是一起拌的吗？他有点怀疑。柠檬先，这柠檬先来，这一口下去这啥味儿的，体验一下。能听懂我说话不？还听懂？中中中中中中中，关关关，中哥巴里，哥巴里。你知道是泰国正宗的，确实挺正宗的。对，味道挺重的啊、哦。吃完了，在泰国就是泰国福利了。吃不完，一点也吃不完。下次欢迎你到我们中国尝尝我们那边的菜，好吃，比你们这边好吃。